韩战应战奥巴马，阿东发梦问南方小羊跑白场座谈。警队有内奸，我只想知道还有谁。这种案子根本就破不了。躲在地面的小羊告诉自己，数到一百的时候，他就要离开这个地方。近期先后上映的新片也集满最佳新人柯震东对上两届金马影帝郭富城，电影宣传未搞噱头，有时还得比胡扯。首先，就是我看了一个剧本，剧本的名字叫做《寒战》，很吸引我。一看完之后，哇，一定要拍。我看剧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剧本。被众星形容是好剧本的《寒战》，宣传是极力跟时事沾上边。先是宣称故事灵感来自四年前奥巴马和希拉蕊的美国总统大选之争，跟哪一个部门进去都没有关系，我是质疑你的工作能力。乖乖嘞，明明是在讲香港警界高层斗争，到底哪部分跟奥巴马还有希拉蕊的选战有关啊？就连奥巴马成功连任时都能瞎白说，我第一时间给奥巴马花了贺电，希望他也能来看看寒战。哈哈，你在开什么玩笑？八亿吧。开玩笑，不要写，不要写，不要写了。阿东之前替《南方小羊牧场》喊出八亿票房，他还说，他说他要跑一百场电，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我排的场他还觉得太少，他说他很快。对哦。不过向电影公司查询，目前排定场次顶多40场，那说好的100场是？挂号翻白眼。啊，说了那么多梦话，总算有人讲讲真话啦。那你觉得？你条件比较好，还是 Elva 比较漂亮？当然是 Elva， 当然是 Elva。那你觉得你的好是什么？我的好就高一点吧。哎，等等，小姐，你哪位？哦，阿扎是曾和阿东沾上绯闻的小小魔孙友安了。苹果来新闻 Elva， 你怎么说？报道。